就是今天在哪里哦？你什么姿势？爸爸，我打麦，来，你看一下。哦，这边双层牌楼，这田字好吗？因为有些人喜欢买一些像这样子的包，就是我觉得是相当好看，然后加上这边，因为这边它是属于比较大的脸，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就是选用了一个比较深绿色系的一个颜色哦，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感觉，然后。加上因为本身物主他用的电视机也是比较大台的，所以我们电视机除了比例全部就是根据这个尺寸，相当好看。小红书的要很贵，然后旁边这边有个折了，可以出去了。这边就是可以出来好多啦，因为这边有做两层啊，所以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休闲空间哦。呀，所以要大家出来。吃东西啊，那一些啦，上午搬好一个床单，然后这边有一个要去的一个干厨房，说就是说可以放食物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这边是可以开的，对，就是你在可能准备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比较方便哦。然后这边冰箱的厨台比较大的厨，还有这个是个亮点，这个。到开始表演了。这边就是一个灶台啦，很不错。然后这边还有比较大面积的一个 express， 稍微是说采光，看起来是可以拍出，可是唯一缺点是什么？它不是透明的哦，它可以通出去，它是透明的玻璃哦。对，所以这边要注意哦。然后这边防盗门呢，就是说当你开住的时候，它的风可以进来，因为想说怕开了就是透明，就可以了。这边是大独立的，所以它后面还有一个。可能会比较单调，我们就说一条一条设计。然后虽然想说两面墙让你进来看出去的话，还是小小的背后的底。这边是有什么总结？中间的话，其实因为它本身比较挑高，所以看你是分得高吗？然后坐起来就变成单间，然后楼上，楼上这边的隔板也大，也是在高啊高一级。OK， 我们进来隔板看，也除了刚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是高线，对，看这个 panel， 好，就是相当的摩登，相当的好看呢、啊。然后其实房间也是要搭一个颜色，搭一个颜色，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 contrast。其实对了，的确这一点是相当好看。然后再来是这边我看到了，这个隔板，现在是开着的，你刚刚讲是给关的。好像如果要给它阳光透光是开着的，而且它的阳台也不大，我是觉得刚刚好，因为它不用太大打底啊，对，然后也蛮舒服的。然后再介绍一个很正的，我大白，对，然后是一句很白 ，OK， 开个玩笑，两分钟包的。这个衣橱我们采用双色系的设计，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深灰色跟一个浅红色的卡色系来替代我们元素。然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这是多少？Step 1, 你打打牌。Step 2, 你再玩打牌。哇！是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好，这是我们叫 Magic 的空间。